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ey Family。林林啊，其实我哋终于嚟到边度啊？牛蛋。系啊，我哋嚟到时代咧，太阳城呢个牛蛋时代总部店。你知唔知入边有几多部牛蛋机啊？3000。系啊，有全世界最多有3000个，有啲讲4000个，我唔知3000定4000个，但系都冇分别啊。我哋而家去睇下啦，好唔好？就喺呢度啦，就喺太阳城嘅3楼嘅啫。首先梗系唱钱啦，系嘛？妈咪俾咗3000 yen 我，我储咗好耐噶啦。耶，蛋又充足啊！突然间觉唔觉少咗啲人？起身啦，莹莹，莹莹起身啦，快啲起身啦，我哋抽扭蛋啊，莹莹，莹莹抽扭蛋啊，抽扭蛋啊，你抽唔抽啊？抽，完全唔理我。呢神醒啦，抽扭蛋啊！呢神，佢玩完成日读埋乐园，而家冇力啊。咁我哋就抽住先啦。有咩？留边个去睇？喺呢度啊，我带你去啊。哇！有啲扭蛋多到，边个啊？边个啊？吓、啊？我最细个龟狗啊！入边冇呢个，我呢三嗰啲呢个都中意。入边好啊好啊，咁你试下300 yen。我睇过啦，入边应该冇肉龟狗噶啦。睇下我抽到乜先？系边个？系 Hello Kitty 嚟嘅。睇下咩肉龟狗嘅 ？Hello Kitty 嚟噶。吓死我！点解 Hello Kitty 啊？哇！边个？至尊宝留咗咩啊？哥斯拉，哇！呢个蜜蜂喎，哇！呢个哥斯拉靓，你追哥斯拉真系好正，哇！好靓啊啲 figure， 只系几多？300 yen。前面仲有一个500噶，真系800 yen啊！我唔中意落，记得。睇下睇下，咩嚟噶？吓、啊，你有睇嘅咩？哥斯美少女啊！但系好靓。哦，好啦，咁你试下。我最想要。呢个唔靓咩？我、哦、呢、這个手链嚟噶，好呢、這个，好试下先啊！全部都300 yen有发觉，仲有400 yen添。好啦，蓝色噶喎，可能系呢个啊，但红色喎入边系金色头发嗰个女仔，系呢、這个啊，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都靓啊，睇下睇下，我中意啊，我中意。即系呢个啊，好啊好啊，佢都靓。惊唔惊啊呢个？你玩嘢咩？吓、啊，你小朋友，我抽一抽。100 yen，100 yen抵喎，抽一抽，唔系喎，100 yen 3个。300 yen 都 OK 嘅，我抽一个啦。得啦。有冇啲中意？我都系中意 One Piece 啊，周氏回战啊，最近都系呢啲嘅。鬼灭都 OK， 鬼灭都 OK。火影，喂有叮当喎、啊，我哋抽嚟抽去都哥斯拉嘅靓仔。哥斯拉嘅勇等。我啦，抽下呢个啦。唔要啊！点解唔要啊？唔要。再抽一只咯。收下呢个先，紫色，紫色系边个？哦，系山治啊，我见到啦。点解唔想要啊？点解唔想要啊？点解唔想要啊？真系俾我，多谢。我俾你，好唔好？你要几多个？5个。我抽我500 yen啊，俾你啊。哇，有周岁回先喎。但系呢个5条真系好唔靓，抽唔落手。对面仲有啊，你睇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系个发光嘅灯嚟嘅，抽400 yen，系啊，其实只衣背都靓系嘛，普通衣背都靓啊，冰衣背，冰衣背，系咪冰衣背啊？系啊，好啦，翻去拆。我哋抽完入口嗰边，而家去另一边下先，呢边都有超多扭蛋机啊，而且啲款式好似有啲唔同噶。系啦，好得意啊！呢、這个抽出嚟就系一个精灵球，哇、哦！呢、這个买充嗰个袋喎，好搞笑喎！呢、這个出街买充嗰时可以用嚟装喎，等我试下先。冇错啦，呢个唔知有乜用。我都觉得。哦，呢个系磨啲芝麻，磨啲粒粒。哇，原来头先个冲袋都好有用噶啦。爸爸都系买啲实用嘢。哇，咁细个嘅，比我想象中细咯。有 Kilomi 个好啊，好啊，抽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靓啊，300 yen OK OK。呢、這个都好靓啊，系啊，睇下，系喎，全部我都中意啊。布丁狗同肉桂狗同 Kilomi 同 Melody 都靓，仲 Hello Kitty。啊，抽中咩？Hello Kitty。系咪 Hello Kitty 啊 ？Melody 啊，哦好啊好啊，我想要呢部，但我想要咩色呢？我唔想要黑色，其他我都想要。黑色，我杀死你啊！米色系咪？系啊系啊系，靓，好似系呢部，终于揾到你啦！一番相，呢边有大量嘅，呢边有一只超大嘅哥斯拉可以夹。一番相边度？一番相，
我好多喎，但好多嘢我都唔係話十分鍾意。呢啲係咩 S 相 ？A 相 B 相 D 相，我唔識喎。啊，龍珠啊，童年嘅回憶啊，呢啲都係一翻相啊。哇！呢個海都好型啊，不得不説。啊，好得意啊！睇下呢個，好得意嘅大鵝啊！成萬 yen 定係萬萬萬嘅？我影張相。鬼滅啊！Pokemon 是自己砌的，挺得意的，这些砌出来挺漂亮的，这些真的漂亮的，下面还有好多款添啊，哇好漂亮啊，这个船老婆，但是只剩下它了，搞错啊，这里还有好多魔肉球，我都买了几个啊，超多啊，这里不同类型的魔肉球，有火车有小新，好啊好啊，我唔要再有呢個啦，我其他兩隻 melody， 兩隻 melody， 紅色啊，瀨嘢啦瀨嘢啦，瀨嘢啦瀨嘢啦，真係 melody。好啊，小朋友抽得多唔多啊？你哋正唔正啊？呢度呢度咁多扭蛋，我抽到四個，你十一個，你抽到幾多個？十六個。哇，好多！你點解 Mason 有咁多嘅？好過分啊！你哋盈盈咧已經抽幾多個啊？十個，咁我哋而家翻酒店嚟個開箱好唔好？好啦，小朋友，我哋嚟到第二日啦，因为而家光啲啊，我哋而家开始拆扭蛋好唔好？好，你哋一齐拆，睇下拆到啲乜嘢。好，每人拆完就俾我睇一睇好唔好？好啦，家姐呢个系精灵球，哇，你个好靓啊，你个盒，好靓，呢个盒可以唔使回收。哇，你呢个叮当好得意哦，琴日见唔到嘅呢个，至尊宝抽就太古，哇，好得意啊，几靓喎，啲做工。好拆，睇下，系个手链嚟嘅喎，可以贴个贴纸系嘛？睇下，攞嚟睇，小黎冇。是鬼口水林林最中意。你呢个袋咩袋？哇，好核突啊！你呢皮嘢，唔好食。吓，好嘢，好靓啊！呢个小英 ，Hello Kitty 嘅小英，妹妹呢个就系小英加 Melody， 好靓喎。呢个唔知咩嚟嘅。开塔。呢个系 PC 九啊 ，PC 九。拆咗唇膏嘅。点解要唇膏要插个头喺度？有咩用啊？都几靓嘅。呢个咩嚟噶？吓？剛才個唇膏有個蓋仲不夠，還要唇膏有個盒啊，咁麻煩，唇膏不是自己有個盒的咩？哦，這個你看下，如果呢我們去買京葱的時候呢就可以孭住它進去，是不是很實用啊？買京葱的時候呢？不買京葱絕對不實用，不買京葱不買。好漂亮，哦，有兩款添啊，第一個是手提袋，一個是孭袋的，它還有三個是小袋來套個葱頭，黐線的，幸好沒抽到這個，在哪裡？齋套個葱頭。我未點蒸啊，這個我好鸡啊！你个袋，我奶糖丝，牛奶妹 ，Mason 有只松丝色啊，系咪叫松丝色啊？好靓喎，你呢个松丝色，好乱七八糟啊！现场，我呢个磨黑椒噶，你睇下呢个系，好垃圾喺度嘅，吓可以磨噶，边个想食？我而家即刻磨俾佢，可以食紧呢个，系咯，原来系假噶，以为磨到嘅添，系咪咧？都话系冇用噶啦，有咩用啊？好核突啊！你啲鬼口水，哇！哥斯拉嘅头啊！你隔篱房里面有个，我收你车，要砌喎，个车头灯都未砌啊！嗱，一齐单手砌，呀！我咩射尸？快开出嚟，打死佢！边个写我哋写嘅？你写我哋出嚟！我架露营车好靓啊！好亂啊！后面而家佢个车顶咧，仲可以射低啊！真系好靓啊！我而家系一个被选中嘅细路。我想玩防机啦，喂！我抽到个三子啊！想玩防机，唔想拆就咁啊！咦，仲抽到个陀螺，我有灯仲好计喎，同跌落嚟差唔多。哇，好靓啊！至尊宝，你只哥斯拉。好，我哋嚟埋埋个尾，拣一只最靓嘅扭蛋。好啦，我哋拆晒啦，龙龙，你咁多扭蛋最中意系边个？一个。咁就呢个啦。最中意系小英加 Melody， 莹莹咧，莹莹最中意系边个？快上手！哇，系个手链喎，好靓，系咩手链啊？睇下。哦 ，sorry， 我都唔知系边个。好 ，Mason 咧 ，Mason 你最中意系边个啊？最靓系边个啊？一个松狮色系咪？呢个。呢个啊？竟然唔系松狮色，系呢只喵。松狮色真系输得好可怜啊！你输咗啦，拜拜。你唔系中意哥斯拉咩？点解你中意松狮色啊？你咧，你最中意边个啊？边个一个啊？哥斯拉，好啦，跟住我拣咧，今日全场
姨的口味比较独特。我今天揀全场最靓的扭蛋是谁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这个车啦，耶！车做嘛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。我们如果大家想买抽扭蛋呢，真的可以来太阳城这个看，很多选择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好乱啊，好啦，乱七八糟啊。好啦，下集见啦，拜拜。